是一寡，你上完下我就卖讲，咱听歌名。我没讲。因为我们刚刚在 standby 的时候，你在边上等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一个新闻说，这个韩市长不去参加体坛的活动，那这个其实我们也不意外啦，因为他说话不算话，已经也不是一次两次的了，吼。啊，伊这种好笑白差的这个个性吼，啊，为最近的新闻是来看啊真清楚的吼，啊，我朋友就讲。伊可能我都买，可能是伫咧厝咧过算盘。六百万交代袂过去，因为伊，吼、哦，这个做一个人，做一个查甫人，连银宝都敢骗，所以伊有啥物唔敢骗的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个人吼，咱已经看透透啊，啊看透透。而且吼，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我们今天来的时候，咱坐高铁嘛，迄高铁内底吼，因拢韩粉嘛是足多，吼、哦。这些钢铁韩粉，我们是无法改变他们的。我们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我们的投票率要比他们高出很多很多，他们的票才会，他们得票率才会变小。好、哦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呼吁你们自己的家人跟朋友，请他们出来投票。啊，如果你很确定他要投给韩粉的哈，还投给那个国民党的哈，想办法前一晚上把他灌醉啊，还是说，或是让他出国去旅游这样子，这个爽来我们出几条歌上，来公上而已啦。这是我第一张专辑的歌，叫做《别跟笑》。谢谢，刘翔。
通常这种场合吼，其实我拢唱三条歌尔。啊，今日主办单位甲我讲，唱20分钟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无问题。啊，今日我拄好讲，啊，唱30分钟好不好？好。我甲讲，来再甲唱到，甲百行成功，阮唱到迄个一天好不好？好。大家团结，咱有机会啊！要写下台湾的第一页，那我们可以继续唱我们写的歌吗？可以。吴小九出了第13张专辑，写了很多关于台湾的歌曲，也写了。